健康所想，脑供血不足会引起脑梗吗？张玉，成都京东方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。这个是有相关性的，脑梗死主要是因为脑组织缺血缺氧导致局部组织坏死，进而出现神经功能的缺损。如果得了脑供血不足不及时治疗的话，时间久了就有可能得脑梗死。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出现脑供血不足，除了少部分先天性的脑部和其他脏器发育不良外，人为的不良生活习惯也可以引起脑供血不足，比如熬夜、过量的饮酒、暴饮暴食、操劳过度、压力大等都是病因。其次，长时间的低头看书、颈椎疲劳也可以造成脑供血不足。专家提示，脑供血不足和脑梗有相关性，如果患有脑供血不足没有及时治疗，时间久了就有可能患脑梗死。